觉得我们不合适。邢总好。嗯。贤义呢？抱歉，我说话有点太过直白。在房间休息呢，刚回来，倒时差。哎。很简单。怎么了这是？苏家出了点事儿，老苏病了。那太好了。哎，老苏之前提起过合作新城区商圈的项目。嗯。他现在虽然病了，哎，但是苏念这孩子的能力，我还是不担心的。嗯。哎，你还记得老苏曾经提起咱们两家结亲家这个事儿吗？嗯。趁这个合作项目的机会，让他们相处看一下呢。邢先生，下班这么晚啊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习惯坐别人的车。哎，那就认识一下，我叫苏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邢先生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哦。这张卡有60万，如果邢先生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出现的话，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。所以你说的改变生活的方式就是这个。邢先生的酒吧生意也一般，又昼夜颠倒的，来我这儿保证让你朝九晚五，周末双休，节假日齐全，又有年终奖，最重要的是这60万只是月薪，如何？邢哥。 Hello 美女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是邢哥的合伙人，我叫孙志远。邢哥，人家毕竟是给你开了10倍的工资啊。都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我也很舍不得。不过吧，邢哥他欠着我的钱，要不你把这个给我，我来替他上班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既然不用，那我先走了。哎。美女，要不要考虑考虑？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喂。苏念手中的资料已经换成你哥的了。好。怪不得我用金钱诱惑他，他不为所动。他一个富二代，怎么可能会缺钱呢？可是那孙志远不是说他欠着钱吗？欠钱那也只是一个借口。他要是真缺钱的话，他会去开酒吧吗？你确定啊，苏总？我看他样子也不像缺爱啊。脑残的脸上会写着脑残吗？嗯。那缺爱的人脸上会写着缺爱吗？有道理。可是苏总，你已经用金钱侮辱了他对爱情的向往，您打算怎么补救？哼，当然是找专业人士补课。到了到了，以后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妈妈这不是为你好吗？抱歉，你瞧瞧你都多大了，再不结婚啊，真的要当老姑娘了。见到人说话要温柔，别以貌取人啊。文熙，文熙，你在听吗？哎，妈，我知道了，说话要温柔一点，不要以貌取人。哎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太帅了，我一定不以貌取人。喂，李先生。啊，哎呀，我这工作临时有事抽不开身，恐怕来不了了。啊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别啊，这我都到了。实在是抱歉。
那下次吧。好的好的。什么人这都放鸽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工作太忙了，迟到了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不是李先生吗？抱歉啊，我确认一下，这不是你吗？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脸盲，分不太清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人在哪儿吗？他刚走了。啊，难道就因为我迟到了两分钟，对方就不高兴走了？那你下回别迟到了。好吧，那你不介意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吧？不介意。哎，我说，昨天晚上那个事儿，你真不考虑考虑？没兴趣。一看就是家里头宠着的大小姐，有钱没地儿花。那多好啊，你说人姑娘漂亮又多金，怎么着，我们邢大老板看不上啊？啊，心动了，要不你去，我是没工夫陪她玩，赶紧的。那你下回别迟到了。好的。文熙啊，发什么神经啊在这儿？苏念，我感觉我遇到了我的真命天子。陆文熙，陆海王，教教我呗，你是怎么拿下你的前20个真命天子的？小学。这能行吗？当然，他现在玩的招数都是我玩剩下的，对付他就一个办法，就是耍赖到底，然后让他看到你的坚持，只要完成了近水楼台，那这个月亮迟早是你的。那就祝你成功。希望你早日拿下你的第21个真命天子。21。曹思鹏那边如何了？我一直派人盯着，我怀疑苏董那天出事和曹思鹏有关。苏董出事那天，有人看见他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，之后没多久，苏董就被人发现晕倒在地。苏总，我爸之前重提联姻的事情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联姻的这个事情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提过，却在现在提了，那一定是说明公司出现了大问题，只有靠联姻才能够解决。你来神的，精神点儿。我说，你也不看看，谁来了啊？邢先生，上次好像忘了自我介绍，这次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苏念。苏小姐三番两次来找我，就为了让我去你身边工作。不。我是为了你。哦，原来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啊，那恐怕这次苏小姐又得白跑一趟了。哎，
想与你一起等春天，相信没有风雪可以永远。当冷面的河突然笑成流水潺潺，就去看太阳的脸。我在等个有你的春天，从此不必再冬夜孤单，在故事继续收尾之前，让生命没有多余遗憾，要什么